策划将补上九颗星星啊，上线就能领。Hello， 大乔老不盖，在这猫鼠中期嘛，策划新出了一个周年庆限定 S 级纪念皮肤啊，图多盖洛的爱神之吻，不用想，又想来圈玩家们的票子了。但毕竟游戏运营需要票子嘛，也理解啊。坑人的套路，保个忽悠老板踩了，那免费的账大家点点吧，是吧？啊，先说一下这个皮肤的获得方式，已经弄成三色成本。这个皮肤 VS 只通过这个梦想学院购买上方的一个礼盒开盒子获得，开启八次啊，保底必得图多盖洛的爱神之吻。第一次是六块，第二次六块，第三次就是八块了啊。第四次买48，第五次是58，第六次是78，第七次是198，第八次是398。那宝哥是保底开出整皮的，不知道你们运气比较好的就提前开出来了。到目前为止花了800了啊。然后这个皮肤注意了，是不能用那 SP 升级卡来吃到那 2S 的，这上面没说啊，这要注意一下。就宝哥又踩坑了啊，巨无语，对吧？这个皮肤的 2S 跟 3S 就只能通过祈愿玩法去获得嘛。这个玩法类似于一个彩票的玩法，就一轮有定数量玩家参与嘛，就一轮只有一个玩家能中奖，中了的话就获得那许愿的皮肤啊。那没中奖的玩家会获得一个梦想值啊，这个梦想值越高嘛，就中奖概率会越高的，就直到你中奖之后就清零了。但也可以用那个梦想值直接去那个商店兑换那 SP 嘛，3800梦想值就够了啊。不过一个月只兑换一次啊。到时候你宝哥还只花了800，就用来参与抽奖学卡，都是之前买的送的嘛。你全部用完一次没中奖，宝哥还有3800多积分啊！就等到六月还可以再换一个图图 SP 啊。这么说嘛，就是800可直接三 S 了，或者你运气好中奖了，还可以多拿一个其他的 SP 啊。就原本宝哥以为这是一个巨坑人的活动，本来宝哥都准备了很多吐槽的话，这么一搞，宝哥脸都有点红了啊！就和什么孙悟空、蒙奇那金瓜相比是吧？良心啊，兄弟们啊！当然说到底还是要花钱的，这个大家自行斟酌啊。这个活动刚出来我还有问题的，就开奖开不了嘛，然后就直接下线修复了，就一上线策划这邮箱送10抽星星，我的妈，太陌生了，真的太陌生了。就上次闪退一小时只送一颗，这次直接9颗啊，反正宝哥领了啊，我失忆了。好的，那现在咱们去看一下图多点三十皮的技能特效如何。说不说三十皮肤的护盾跟脚气确实好看的啊，就整体来说还是可以的，也没贵多少嘛，相比普通 SP 对吧，这个质量的话还行啊，宝宝是挺满意的啊。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皮肤如何呢？ OK 啊，这就是视频啊，不要忘记点关注啊，咱们下期再见了。